主料鲜虾20只，辅料葱姜蒜干辣椒4个，红酒一杯，盐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鲜虾去掉虾须和虾脚，冲洗干净，沥净水分。锅内烧热油，放入干辣椒和葱姜蒜炒香，放入鲜虾炒至变色，调入适量盐翻炒均匀，加入一杯红酒，大火烧至留少许汤汁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吃虾一定要洗净，虾线一定要去掉。方法：用牙尖插入虾的尾部起第二关节处，挑起来就是虾线，抽掉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